别挥手。那个不是我夏天，好吧？今天是夏日音乐会。啊？哦，这个扩音的几率要更高了。来来来，一点休息啊，队长。好，这个是很久，这个应该是国片崛起的第一片。国片，以前早期国片其实没有人在看，大家都喜欢看欧洲的。然后这一部是国片崛起，应该算是第一部。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我。